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光老师视频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苏苏来到荧光市场这里来吃晚餐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朋友叔叔邀约我到晴光市场吃晚餐，这是一个我从没到过的夜市。地图上略查了一下，这附近没有捷运，从西门捷运站坐往天母的公车，在大同公司站下车就到了。晴光市场在过去是卖水货日用品的集散地，后来因为百货业兴起，水货市场逐步落寞，最终成为一缕泡沫。如今电商取代百货公司，又是另外一番泡沫化场景，就在众人眼前发生。有道是山不转路转，曾几何时，晴光市场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小吃夜市、美食圣地。不同的商业风貌，照样的聚集人潮，因此保留下来商机和财运。叔叔因为地缘方便，经常来这里找吃食，对环境了若指掌。简单介绍了一下，我们决定去黄记卤肉饭吃控肉。黄记卤肉饭生意非常好，吃饭时间无论内用或是外卖都要排队，还好等了大概十分钟就有座位了。我吃一样跟你提旁的，可是我要瘦的，那我配菜我要选，配菜我就跟你一样，我都吃蒸蛋跟豆干呢，豆干你不爱吃。笋干啊，笋丝。他没有笋丝啊。没有吗？你要去那边。
我们各点了一份控肉饭便当，加上肉羹汤、卤蛋。控肉咸香软嫩，肉羹弹滑鲜香，吃起来十分畅快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